现在我们降低到精美而已，就是我们比电铃等级降低两级的影像品质。哇塞，还是卡哎、欸，就是它会一下顺，一下又不顺，就是一个那个格数一下高，一下又低，这样还是没有办法玩的。就是你格数高的时候还 OK， 但是你效果一开，那个什么氮气效果一喷射出去，然后就开始卡，可能就变每秒五格，所以帧率是蛮不稳定的。我们再把它，待会再把它调成基本看看，标准基本看看有没有改善。哇塞，这真的没有办法玩嘞，真的是卡到炸开了。